台大 MW616 届校友基金会为推展我国基层体育运动，秉持社会友爱、创新向前的经营理念，今天下午在新北市微风运河芦堤音乐广场举办天使路跑、传爱宝岛公益路跑。参加活动的跑友每位背上都有一对天使翅膀，象征大家以天使之姿将爱传递到全台湾。为改善我国基层运动训练环善，增添设备与服装、教练训练费、比赛旅费、营养补给等问题，这次活动报名费用主办单位也全数捐赠与我国体育心理卫生相关单位，借由本次路跑以实际行动帮助基层体育，更期待未来选手们得以站上世界舞台，扬威国际。路跑活动分为10公里天使传爱组及3.5 公里小天使组，吸引2500人共襄盛举，共募集250万元并全数捐出，总计受惠10个团体，遍及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屏东等地，受惠总人数为4215人，其中不乏偏乡学校的篮球、足球等球队的训练计划。活动当天由台大 MBA 校友基金会董事长袁慧华、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等人共同鸣枪为活动拉开序幕，更邀请到里约奥运马拉松代表、市大运女子半马团体第三名的陈宇轩一同莅临现场，与大家一起跑出健康、跑出爱，将爱心传递到台湾的每个角落。除路跑赛事外，主办单位更精心安排网美拍照区，让跑友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包含网美必拍 IG 最潮打卡天使翅膀、超梦幻独角兽坐骑、巨型彩色天使翅膀，都将引爆跑友朝圣拍照打卡。令大会也安排供天使完赛冲刺拍照区，为跑友留下最值得纪念的一刻。主办单位将活动报名费台币250万元全数捐出，受惠总人数为4215人，图名眼行销提供分享，上千名天使跑友背上都有一对翅膀，象征大家以天使之姿将爱传递到全台湾。图名眼行销提供分享，上千名天使跑友一同至新北市微风运河芦堤音乐广场响应公益路跑活动。图名眼行销提供分享。